早上起床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喝水，也不是伸懒腰，早知道早受益。起床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排便。早上按时排便的家人们更加的长寿，更加的苗条。排便不畅的家人们做这两个动作，立马上厕所，立减30斤。想知道什么动作吗？一、掌根对搓3分钟；二、推中腹3分钟。学会的朋友不要着急划走，点个爱心，加个关注。我建议所有的女性平时多做上焦摆臂的动作，因为肝有病，其气流于两腋。如果两腋经常不通畅的话，容易造成两腋淋巴浮肿、乳腺结节、脸上爱长斑、爱长痘。这两个动作每天坚持做50到100次，一周后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刺激。不要每次都划走，点个爱心，收藏起来锻炼吧。可别小瞧了这个动作，很多腰疼、腿疼、坐骨神经疼，练了一段时间都改善了。不要急着划走，点赞、加关注、收藏起来锻炼吧。一路美景有你陪，远行万里不觉累。南山的花儿那么美，蝴蝶起舞翩翩飞。俗话说白走不如一抖，今天教大家一套抖身操，大家跟着我做起来。首先呢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双手自然抖动，抖动的时候呢，脚尖垫起，就这样每天5分钟，可以疏通全身气血，抖出美丽，抖出健康，每天做上一组就可以了。点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感谢支持。可别小瞧了这个动作，很多腰疼、腿疼、坐骨神经疼，练了一段时间都改善了。不要急着划走，点赞、加关注、收藏起来锻炼吧。心最喜欢你拍打手臂内侧，肝最喜欢你伸懒腰，肺最喜欢你深呼吸，脾最喜欢你揉肚子，肾最喜欢你垫脚尖，你记住了吗？早上起床分享三个动作，让你变瘦变美变健康。动作一，扩胸开合走，这个动作能很好的唤醒身体，让身体更加舒畅。动作二，提臂上举，这个动作可以伸展背部，打开胸腔，吸入更多的氧气，促进身体循环。动作三，上下扩胸。